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cqueline， 这边是课本往后抛。那课本往后抛从过去到现在以来啊，我们一直着重的是我们的口说能力，加上小朋友的自我表达。那近期呢，在我们的线上课程呢，我们发现一个小小的状况，那就是当小朋友在念绘本的时候，有很多单字卡关。那卡关的原因来自于这些Bunny's规则还没有那么熟悉。我们近期要推出我们的 Bunny's 魔法班。所谓的 Bunny's 魔法班呢，就是我们会教小朋友一些重要的 mega。 那这些 mega 呢，比如来说呢，一个 e， 两个 e 怎么发音，还有常见的长母音 a 上的 e a i a y。 那我们会接着一些口诀还有一些动作来加强小朋友 Bunny's 能力，期待有机会看到你咯，我们到时候见，拜拜。